这些可都是演技底的。为什么要喷烟呢？巧克力粉就炸出来，蛮难下咽的。走一个，今天你在吞药。他吃的好。哎，要咬，不能用吞的，打卡到。好，四位30秒先讨论。你觉得呢？直男演技王，我们从这里先开始。哎，今天要吃的是浓情巧克力还是苦情巧克力？这些可都是演技底的。哎，学小哥要缩小腹。这些。你没有说吗？没有说。说。身材很好哎。注意这一边。哦，抱歉。请问想先看谁吃？想先看谁吃啊？年轻的，应该年轻的先来吧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就志伟哥啦。好。他不是年轻的，他是幼稚的。志伟哥准备挑一颗。好嘞。所以是苦情还是浓情？好心情。为什么要喷烟呢？嘴巴要遮，因为黄连那个可以看得到黄色。哦，真的哦。嘴巴今天在讲话的时候，嘴巴要遮一下。好聪明哦。然后吃完嘴巴打开说吃完了这样。那倒不必，那倒不必。哎呦，这蛮难下咽的，很干哦。对，巧克力本来就很干嘛哈。谢谢。哇，这女儿不错哎，哇，孝顺哦，就是。来，第二位看谁？要不要就顺过来吧？好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少杰准备，挑一个。都一样。就要出发。你们两个是一样的。你也遮太快了吧！你要不要干脆戴个面具算了？戴个面具就什么都看不到。你这样子要怎么猜啊？少杰，你是有心事是吧？嗯嗯，因为我也不爱吃巧克力，然后有这种事。哦，我爱吃巧克力，我本来是爱吃巧克力的那个。等下露出一脸喜悦的应该就是他了。不要听，不要听。走一个。今天你在吞药。他吃的好。哎，要咬，不能用吞的，打卡到。好，四位30秒先讨论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志伟哥跟君姐就吃到了，少杰没吃到。啊，那你觉得呢？君姐没吃到。因为他到现在还在，可是他也可能是故意这样子让我们猜他没吃到，志伟哥没吃到，我一个猜一个，哎，对，少杰应该有吃到吧？有，他有，没有？我觉得他没有吃到，跟赌，来，我们现在对差，赌什么？赌那个柠檬汁啊，赌吧那个。好，我跟他对差一杯，对差来。你们两个决定，我们谁赢？因为他们有外卖，谁没吃到？觉得谁没吃到？你刚刚说吗？你讲一个，娟姐，娟姐，娟姐一票，我觉得志伟哥，志伟哥一票，你嘞？娟姐，娟姐，娟姐两票，我是少杰啊，少杰，少杰一票，好，娟姐有两票，现在筛选，输人出来吃，刀石头布，布，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好，好，来，你觉得谁？娟姐是 ，Go， 你赌娟姐，不是我赌少杰没吃到，你赌娟姐。苦的啦，咬开它，咬开它。可是我也没有很喜欢吃巧克力。你有味觉障碍的。啊？这苦它吃到一点，抿开就有了，就还等那么久。它的味道。我不太确定是黄连还是因为巧克力有这样浓度比较高的啊。我们不会让你们有这样的错觉。所以它是跟你没吃到。黄连吗？哦哦。所以是苦的嘛？苦的。所以我们俩外差，你是赌谁？我赌他，那现在看你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猜拳输了去吃？好嘞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讲一定是他没吃到。你有吧？哎，你反过来。是不是甜的？是甜的吗？耶！所以是甜的苦的吗？啊，对的，所以我赌对了。你输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猜谁吃到正常，他没有吃到正常，他吃到苦的，所以你是苦的。所以什么？他是甜的，他是甜的，今天是甜的啦。你知道是甜的？哎，我对啊。那个妈，你叫女儿不要闹。
我说是少杰吃到正常的，他说君子吃到正常，君子吃到正常哦，所以我是对的吧？没猜到，恭喜我们吃这道，真能煮啊！我以为我们是苦的。然后他应该不吃巧克力，对，他有点巧克力，我以为是苦。就像我刚以为我的是巧克力，不是黄梨。对，因为我会吃90%到100%的，所以它苦，它很正常。